过去过年伫花莲台东，台东看到这啊金黄色的油菜花残，啊，不过今年可能爱失望，因为每年过咧过年是闰双月，啊，这农民爱赶紧伫过年进前就爱播秧啊，所以就无油菜花残咯。几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残，吸引游客来田里翕相。有游客也阁会顺续买一挂油菜当厝煮。即卖游客来花东拄好会当看到公路两边金黄色油菜花海美景。不止看这个油菜花们，还要去拔那个白玉萝卜。黄澄澄的一片，像黄色花海，金黄色的花海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来个拍个照啊。今年花东唱歌这种美景会维持到过年后，不过今年大部分的农民可能会提早把油菜花放入田里，因为农历节气今年有闰二月关系，农民烦恼过完年再放田产黄啊种出来地瓜发未好，即马都要放田边土甲黄啊草好，有一挂田已经看无油菜花海美景。每年爱经过大树前后。大树种啊，所以讲伊个季节过啊，你一过啊，无地瓜都较歹。农民是讲，可能一个部分准备休耕的田较慢翻土，油菜花也看得到。不过想要看到几大片油菜花海景观，可能要赶紧伫这礼拜来花东一转才看得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